从头到尾只不过是一个梅花道报仇的故事，我还是不相信。现在梅花道重现江湖，你有没有想过梅花道不是男人，是女人？美丽的外表盖着的不一定都美丽。看起来你的朋友不少，可是想杀你的人更多。你早就知道梅花道是谁了？谁是梅花道都没有关系，因为现在就要杀你。告诉他，他说是谁？他说是我。